不做主播吃没了，所以晚上这样子金汤拌饭。你有吃过花椒鸡火锅吗？嗯，今天中年少女们在家里来搞一个养生局，给它煮了，金汤绝绝子，越来越漂亮了啊！我还变出来了一座肥牛山，一座米饭山。没有吃过花椒鸡火锅吗？嗯，挂满了这个金汤，好好吃啊！这爱好一勺这个金汤哦，漂不漂亮？那再给我叫一勺，这米饭一下变得值钱起来了。你们喜不喜欢这样子金汤拌饭？巨香，先把肥牛搞进去，牛好了哦，裹一下汁儿，盖到你们的米饭上，快点。好，今天我们吃新疆炒米粉，还有脆皮花肉。嘎嘣脆的声音可太治愈了。这个是自己炒的新疆炒米粉，裹满辣酱汁的米粉太上头了。是越过瘾上头，您就请我一回，这醋焖鸡真的太好吃了，开饭了啊！一盘醋焖鸡直接上手了。哇，真不是瞎做的啊！这河南南诏的朋友应该知道这吃法吧，将近八两的老陈醋，如果您喜欢甜酸口的就用米醋。多久没有吃过炸鸡了？大声告诉我！哎，说我打个响指，这炸鸡腿就能自动出现到我盘里，信不信？想什么呢？先尝个这个辣蒜的。好久不吃就是香啊！左手悬着喝啊！没有热量，我还点了一小根番茄酱啊，裹满番茄酱。我再蘸个这番茄酱。